房间跑路吗？好，想要看吗？想要看吗？我要那个一个鸡腿便当。这个乖嘞。爸爸，那里有个洞。嗯，哎，传声的嘞。那太小了啦，只能看到一个人的嘴巴。我要去上去找了洞，跟你们hello 吗？所以这是弹药库里面跟外面的讲话的嘞。那个看不到底耶。他是可能这几下有件大的啊。红颜。我越来越近了。我妹。我妹。我妹。这个也是弹药。就是在那个跟那个洞讲话的。哇，看不到，太黑了。喂，这边有回音啊！啊！你们帮我，帮我关出去！你们看到我？来一个洞而已。哦，就一个洞而已。快点。那个洞看，帮我进去。刚刚在这里看，再一个洞。你这边烤乳猪的吗？什么烤乳猪？烤乳猪，谁在跟你烤乳猪的？这是水池，怕你掉进去的。对呀、啊，他没写这是干嘛的，不过应该是水井之类的吧。这些樱花有没有印象？没有，这是五色鸟的叫声。我知道了，我想回家吃我的起司条。这边商店买的豆花。豆花、啊。下面要看到你标记的两个洞。对，刚才没有。哦，对，有。来一个吧。这里吧，这个吧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呢？对，这两个。跟那个猫咪会在固定地方扁扁一样，像。你要把它堆起来啦！三点十七，要走了吗？好，走。走路一边喊十七哦，十七。猫咪可以吗？七。猫咪为什么要比耶？螃蟹找路一下。选下坡喽，来喽。这边还好。可以吗？猫咪可以吗？好。不可。小心就好了。爸爸，你摔，你刚才要是摔倒的话，我会摔。这边不能牵手走。这边都还 OK。好，有没有走下来比较轻松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爬坡，我们刚才过来是爬上来的，所以比较多往上爬的部分。现在回去都是下坡。但是等一下会有一条上坡啊。对对对，等一下会有
一个上坡，一大一小的上坡，但那个跟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差比来比还是差很多。这是第二个椅子吗？还是第三个？这是第二个椅子，这么快，你看有没有？等一下，妈妈，妈妈走太慢了，来，往这边休息一下，等妈妈。嗯。刹车。哎，等一下回去帮你换的刹车皮好不好？你们不是昨天才去买，还是哪时候才去买？昨天才去买。已经脏掉了。我喊。回去帮你擦一下就好了。这座森林我们走不出去，我们已经走了三天三夜了。来唱一首歌来，妈妈三天三夜。你的脚本来就酸的啊，都流脚汗，酸的要命。你的脚没有酸？要来比吗？我闻你的，你闻我的。别酸死了，你可能我。第一的楼梯大了，哎，我们已经剩100公尺而已。我要吐了。怀孕了吗？我要做阿公了吗？还没，我们是阿嬷，不是阿公。我啦。你要做阿公了，你要做阿公了。妈妈可以吧？长大你就是阿公了。我今天听到那个很奇怪的音，就是那条重点就在一个啊的叫声，就是那个小孩啊。不是这样，哪有你有啊的叫？那怎么养鹦鹉？而且已经破音了。我叫麻了怎么办？是正常麻的味道，手也会麻。我们是下去就打。所以那就是传说中的麻花手。我们是下去就打，这是第一个椅子。下去再上去。六六，它有六根手指。下去就上，再上去就打。这里可以。看到吗？我不是。我们来发表一下得奖感言。这一次爬山最露脚的是林若湖小姐，你看你这已经累得要命，妹妹你会累吗？会啊，好好，谁都会累吧，主持人也累了吧，所以说看我的那田蜘蛛山累。那累什么累啦？累啊，累不是累。难道叫我花泽累吗？花泽类的人不懂，对不对？妈妈就懂了，对不对？花泽香菜配那个、配那什么配音啊，《鬼灭之刃》《甘露寺蜜》里的配音哦。花泽香菜，你有看过那个嘞，《流星花园》嘞？小的里面有的叫香菜的。香菜，真的，它香菜的就叫香菜，就叫香菜，对，本身的花香的香，然后蔬菜的香菜。不是，里面那个叫香菜啊，那个、不然叫韭菜吗？走啊，快点，我们等一下来去买饭团了，就有力气了，走。嗯，对啊，而且你不能穿这种鞋子出来啊。你要穿的是运动鞋啊，懂不懂？你那个是室内鞋。好，妈咪来。这一点就不快了。好，你不是说你要走第一个？小心鼠头。小心兔头。兔头来了。没有啦。第一个你在干嘛？没有啊。
小心碎石哦。妈咪手给我吗？有没有已经到出口了？听到篮球声音跟什么？跟太阳。嗯。为什么输了人就到？换你啊！走下来比较轻松，对不对？猫咪小心啊！美洲豹，美洲豹，嗯，好，自己走。教宗休闲公园。哦，这其中有个石头踩下去就会掉下去哦。对对对对。小心，你们看妈妈怎么走就好，不要走她走过路，因为她走过路石头就会掉下去了。眼睛。下面记得订阅我。那天晚上，都会出新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